bad is walking toward the dead road on a place in a far away。我现在人在马其顿，已经到马其顿边界，只是发生了一点点小状况，可能会入不了境，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不知道该怎么办处理一下这个事情了。哦，原来是要干嘛呢？其实是因为我们入境马其顿需要当地的保险 对，但是我们没有保险，所以只好怎样？只好卡关，当然不会卡关啦、啊、我们就要过来花钱来这边买咯。对，55欧元。对，55欧元虽然有点贵，但是为了心安、啊、还是得就当签证费咯。对啦，乖乖遵守法律，两个人的签证费55欧。好的，其实马其顿是免签的，赞，走吧、啊、Go。Tidal waves and broken like a starlet. I am drunk, but I'm made for. 噔噔，我们到哪里了？马其顿。我们终于进来马其顿了。对。虽然刚刚发生了一点小插曲，不过呢，我们还是成功入境啦。其实这是意料之内的小插曲。早就知道要买保险，只是我们不想跟租车公司嘛，因为租车公司的保险开价我们125欧吧。超贵，然后这边买50欧，然后被坑5欧，所以55欧，还是比租车公司便宜了70欧元。对啊，所以以后大家可以考虑看看哦，就直接到边境这边买保险。Everything I want to give you has been broken on your face. I was made to fall in.刚刚不小心就被搭讪了，虽然说是摄影会友，哎、欸，他不是说长得帅，然后要我们的 IG 吗？好像不是吧，是因为他看到我们手上有相机，有相机，然后觉得都是摄影同好，所以他就 很开心的帮我们。对啊，我觉得那女生蛮厉害的，因为她竟然可以扛 D7 D7 是我觉得超级无敌重又很美。对啊，没有啦，没有，还蛮不错的相机。其实现在来说是真的蛮弱的，真的是拿一个砖块不知道干嘛。对啊，是真的很重。好 ，OK。然后我们来交换 Instagram。好的，那看我们明天会不会一起出游？那个美女的 Instagram 在下面，大家自己打咯。希望明天可以一起出去玩嘞，耶、欸！yeah.要结冰水了。对啊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Cheers. Thank you. 而且这边一杯咖啡，大概也就60块、70块台币。来，但是重点是配上这个美景。Everybody's walking toward the dead road, on a place in a foreign world.Tidal waves and broken like a starlet. I am drunk, but I'm made for her. I was made to fall in love with you. I was made.房间以及虽然有点可惜，可是还是看得到美丽的风景，有床，有吧台，有床，床是基本的，有厨房，还蛮棒的。这样一个晚上多少？2100含早餐，赞。我现在要去找我的那个麦克风。我的 Rode 的麦克风的那个接收器不见了，而且可能掉在我今天停车的大街上面，所以我想要走过去。那还有一个困难点就是我的手机没有办法联网，所以等一下呢找到了发射器或者是没找到，我都要走过去联网路，然后再跟小夫做联络。真的是马其顿啊，快把发射器还给我啊。因为 Rode 这个麦克风它的收音品质是蛮好的，那如果没有这个麦克风的话，那这几天我的收音品质可能就会变差，所以希望能够找到，拜托拜托，马其顿快还我。